在这个星期天可以聚集在一起来赞美你，来思想你的好，是吧？感谢你，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互相鼓励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是因为我们相信主，我们相信你爱我们，我们相信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主，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，我们也相信你复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祝福，可以认识你，可以信靠你。主啊，我们也就是耶稣，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好的朋友，永远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跟你分开。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真的是真正好。我们将这些祷告，将是接下来的赞美敬拜都交付在你的手中。接下来是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可以站立的，让我们一起来起立好吗？一起来开始今天的赞美敬拜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Thank you.
是圣人最好的朋友。在罗马书第八章38-39节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神，无论是神，无论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永恒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阿门。感谢主。Thank you.
要领受代表你的身体和宝血的饼和杯，为的是纪念你。饼和杯是小麦和葡萄经历完全的磨碎、压榨、研磨、过滤、
烘烤而成。你的身体也是为我们破碎掰开，宝血为我们而流。你的受死、埋葬、复活，成全了我父的救赎大功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赴你的宴席，按理领你的饼和杯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在你面前默默审查、认罪悔改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和不义。愿我们的老我借着每一次你为我们摆设的圣餐筵席得到破碎和更新，使我们在你的患难国度圣洁忍耐里一同有份，生命在你里面完全合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各位请你准备好了，也送给了宝血的父辈，一起祈祷。主耶稣啊，我现在要领受你的饼和杯，求你赦免我过去所犯的罪，求你赦免我若我与肢体或亲友有嫌隙，求你赦免我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饼和杯。请拿起饼，感谢耶稣，你的身体为我破碎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承担我的病迹，让我拥有你的健康和完全。我宣告，因你为我被打击，为我被鞭伤，我得到了完全的医治。我相信，我领受你复活的生命。好，请开始吃。感谢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，使我洁白如雪。你的宝血救赎我，使我永远称义。我喝这杯，领受一人的祝福。你的保守、医治、完全和所有的祝福都属于我。好，请喝同学。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要听说有几位是新来的朋友，想自我介绍一下。我知道是明哥的。你要老师解释吧。这是我爸爸，可以跟他阿姨。欢迎欢迎。还有另外一位上。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是吗？啊，张波，好，欢迎你到来。希望每个星期天都见到你们，在这里一起祷告。接下来是还有没有新的了吗？现在是到我专门的，谢谢。谢谢。Hello.
萨巴。Hello， 各位大家早上好啊！很开心的可以与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来敬拜神，也可以我们一起来他的殿中来唱诗歌，还有听他的话语。所以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是，我想我们来做个开始的祷告。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每个早晨我们都可以赞美你，赞美颂赞你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也是很开心的，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你的殿中，来唱你的诗歌，来听你的话语。最重要就是互相鼓励，还有互相鼓励大家。所以希望今天我来为大家讲这个道的时候，你会使用我的嘴来鼓励大家，还有最重要是我们可以一起学到一些东西，带回去。奉主耶稣的名字Amen。好了，今天我的讲到呢，是从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2-25的他的这个题目呢，他讲到的是你的信心在哪里很抱歉啊，因为我的那个 slide 一个图片啊，它打着了那个字，所以讲问一下大家啦，那个什么，你们知道什么是信心没有啊？我的信心是一个东西，我对那个东西很有信心啊。就好像呢，我们要讲个故事啦有时候我们对某件事呢，是看有信心。好像我有时候我和我太太讲，哎呀，我要去，我驾车。我经过这个 highway， 他讲，哎呀，这个 highway 很高啊，好像很恐怖啊，对，好像没有什么信心，很多东西都好像没有什么信心，好像我有时候啊，我们做东西，哎呀，这个车，我们家的车会不会一下子突然间坏掉呢？会不会我家的车啊会坏啊？因为我的太太比如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们去坐缆车去云顶，哎，不要了，怎么不要？我怕掉下来啊。这样子我们坐飞机啦，哎呀，不要啦，我怕飞机会沉啊。这样子我们坐车啦，哎呀，不要啊，车也是很危险哦。哇，这样子什么都危险，这样我们讲好了，哎，在家里坐咯，有没有信心吗？怕吗？因为看了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人的信心为什么会给人打击呢？如果你看新闻现在的新闻就现在的新闻呢，现在如果你看新闻面子书现在的头条是什么呢？在台湾呢，哇，这个又有问题，那些明星全部都有问题，哇，原来这个明星男的明星，哇，好不好，这是好不好？这样子呢，发表在那些文篇那些发稿文呢，第一个东西他就想。那些人呢？哇，我对感情没有什么信心我对这些东西很负面哇，原来真的是假而已很不可以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想带回去，其实这个信心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信心呢，是不是这样脆弱的呢？是不是这样将差了，我就要带回去。我们就要看我们的，我们要看回我们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2-25节些。我会为大家念一念有一天，耶稣和门徒上了船。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过湖那边去。
他们就开了船。真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，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即使危险，甚是危险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”耶稣醒了，顺着那狂风大浪，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”他们又惧怕又稀奇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” OK， 我要给大家看啊，这个其实这个加利利海啊，它不是海来的，它是一个很大的湖，在以色列。它是我在网上呢，它有讲到，就是这个湖啊，这个湖，这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，也是一个很重，你看呢、啊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就是湖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湖啊，很美啊。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水源，故中和群山都，你看呢、啊，它的湖很大，但是它大到好像很还是海，好像海那样子、哦。就是这就是它的那个海，你看它啊，这里啊就是捕鱼的啊，所以它的突然它都看不中了，它你看它这个加利利海啊，它都是被一个山围着的，所以我就有去做一些研究，它会不会真的是有啊大风还是大浪啊？因为它又不是海嘛，如果海的话 ，OK， 那它是。它是面积很大，但是、啊、它其实是有的，因为它的气压、啊、它的气压会变，都可以突然间发生很强烈的风暴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啊，我也是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啊，耶稣的讲道啊，都是跟那船啊有关的哦。啊，你看啊，他跟全部人宣讲道的时候啊，他教他们，他都是坐在船里面的啊。当彼得要看到耶稣啊，他也是在那个船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船的故事呢，就是耶稣在这艘船它里面，他睡着了啊。我们讲到这个故事，他讲到 OK， 他讲了全部都是湖上湖起暴风，门徒来叫醒了他，父子父子，我们丧命了啊！暴风，海的暴风呢，真的是不好思议的，因为我的岳父他是捕鱼的，说那个海啊，他讲到我说海浪会很高，那时候船呢就会变成好像很小的船，像三帆那样子，很小。你看下去，你真的是会觉得会丧命的，因为太水一压下来，帆船就拜拜了。还有你怎样会游泳都好啊，也是胜不过海洋的，因为海的人呢，就是控制不了的。啊，今天我们就是要讲这个的故事。So,发生了这个很强烈的这个很强烈的风暴，就是我们的耶稣呢就问一个他已经平静了这个风浪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对他的门徒，他问为什么耶稣他会问这个问题，他讲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，他问他的门徒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、啊、也是一个问题，我们有时候问回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信心在哪里、啊、所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。
个第一个啊，为什么信心在哪里？为什么耶稣会问这个问题？因为第一个问题他说的是暴风的出现是有理由的。我们人生里面呢，一定会有暴风暴雨暴风雨的。每个人的生活也是会有平静，也是会有海浪，也是会有暴风，也是会下雨的。我们这个东西，我们是不可以讲，我们是没有的控制的。但我们人生里面一些东西，我们说控制不到呢，它就会好像，一个暴风雨，就其实显示到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们人生呢，就是很渺小的，很无助的。如果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做的，我可能可以做很多东西，但是人生活中不是一定是一帆风顺的。但是他有暴风的时候，他会试炼一个人。为什么讲试炼一个人呢？人就是这样子的吗？我可以 settle 的我就 settle， 我可以做的我可以做的一做不到的东西，就是第一个东西，如果你有看电视啊，就是叫天啊，踢啊踢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就会怪来怪去，怪来怪去的。但是呢，只要试炼一个人呢，就是我们，当我们有事情的发生，我们去找我们的上帝啊，因为暴风呢，它不是暴风，它不是好像那种风的，你看。它是一个一样东西，没有任何警告来打击我们的，它也没有说暴风会好像电话通个电话这样子的话啊，我们因为我是做保险的，我有做那些好像保险的，所以以前我们的老板有跟我说一句的，火灾任何暴风任何事情，就是他会通个电话给你说。Hello， 你是谁谁啊？我今天我会来烧你的屋子啊！5点会来烧你的屋子，没有的吗？讲，如果真的是会通话跟你讲呢，怎么你了？这样你需要来买保险来做么呢？就买了喽。就是说，如果有那些暴风啊，什么事发生都好，是？如果他会通知你呢，这样子你啊，你需要上帝来做么？干嘛你都知道了喽？你就会反了吗？但是就是人生里面这些东西发生的根本控制不了，你掌握不到的，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很喜欢掌握的吗？哇，这个是我手中的掌握，如果我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但是人，如果你知道这样多的东西的话，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你掌握到明天，这样你人还需要上帝，需要耶稣来做什么呢？不然我自己做更好。就是人不可以这样子，很多东西人做不到，掌握不到，显示到我们人呢就是很渺小的。所以耶稣呢也允许他们进入一个危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帮人呢，这是12个门徒呢，有4个呢是渔夫啊，说他们都是很不得了了。你是渔夫，这个是你的本行啊，你一定是可以，他一定是可以搞定，他是可以把东西弄得很最好的。如果这些渔夫呢彼得还有约翰啊，还有他们的兄弟都不能解决就是很大我了哦。所以他允许他们进入危险是为什么呢？是显示一样东西，是显示你的东西，你们是这样渺小的，你要信靠我你一定要信靠我，你一定要信靠耶稣。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时候也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但是很在
在人生的暴风，人生的事情，你是不能解决的，你是要来靠我们，要靠他，他就会帮助我们。等于说，这个就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？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因为耶稣会问这个问题，也是解释我们对问题的扭曲的看法啊。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？我就要带回去看为什么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呢？如果你看回23呢？因为他真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，湖上忽然起了暴风，船将满了水，即使危险。这些人呢，这些门徒忘记了一样东西，他们呢，耶稣上的那个船，如果你是上的船，你当然是耶稣，你自然的人哦，自己都没有事发生啊！哦，晴天，当然是去睡觉，这耶稣去睡觉啦，去休息啊！啊，有些人就觉得耶稣是假睡的，但是我看了圣经，我就觉得耶稣真的是睡觉啊。他的门徒哇，危险了喽！啊，你看到就讲。他的门徒就说：哇，船将满了水，即使危险。什么意思？哇，那个水啊，一直进来，哇，他们的这些门徒啊，是很熟悉的，因为有四个公司，四个你是那个渔夫的，所以他们应该是可以把这问题解决的。但是啊，他忘记一样东西哦，他们那门徒怕到啊，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：“父子，我们丧命啊！”医生是说什么意思呢？他们真的是这个大夫们，他们不点，他们解决不到，他们就很怕，很害怕。但是他们忘记了一样东西哦，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艘船上哦。他们也不用这样慌忙吗？如果是我的耶稣在那边啊，我也不用怕。但是啊，奇怪的东西啊，人就是这样子着急啊，人很着急。我的事情发生了，我的事情哇，有一个困难了。耶稣，上帝，你为什么不要打掉他？上帝，你没有去解决他？直接就要去解决了它，很着急。但是耶稣啊，父子，我们丧命了，耶稣醒了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很爱我们的上帝，很爱这些门徒的上帝，他就醒了，斥责了那个狂风大风，风浪就阻止平静了。啊，说这个。讲回去这个问题呢，它解释我们对问题的扭曲的看法。我们身为人呢，想身为基督徒，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去把问题放大过主啊，困难放大过主，为什么吗？因为自己其实自己不知道。哎，我有主耶稣，或者是发生了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跟上帝说啊，上帝啊，哇，我有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你还没有救我？为什么我在这个困难中我还是这样辛苦的啊？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缺乏信心，还有安全感。意思是说我们不熟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
但是我们会有点啊缺乏信心啊。以前呢，我之前我的太太是跟你讲，她的口有，她有个好像肿瘤这样子的，是恶性的。啊、我也是有这个，我也是有第一次你听到这样子的消息呢，你就会很不懂要怎样，好像为什么会为什么这样子的事发生啊？我们上帝不是很爱我们的吗？为什么这样的东西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为什么？扭曲的看法，我们其实没有想到，其实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其实很得到很多恩典，很多感恩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主与我们同在。与我们同在，说你缺乏信心，你缺乏安全感是没关系的，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会看着我们。所以呢，他就显示了我们的问题的扭曲。但是也，上帝就问我们，耶稣就问了这个问题：你的信心在哪里？第三呢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怎样呢？你要认识耶稣，就会有信心。你看看我们的上帝啊，主耶稣基督，他真的是很好，他真的是很，他真的是一位很好的上帝，因为他说啊，他问他的门徒的时候，问他门徒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你们信心就在我里面，啊，最重要的，你看呢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上帝，他会赐给人信心，在马可福音啊 ，OK， 我为大家念那个马可福音，为什么他讲他会赐信心呢？现在马可福音啊，他有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呢，他是说，啊，这。那个治好被这个就是啊，治好被鬼附身的孩子哦，这个是第二十五啊，25这个孩子的父亲呢啊，耶稣那谁呢24啊，我会被大家24说吗？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”他这一句他说，因为他的这个孩子很痛苦，因为给这个魔鬼一直附在身上，造成了很多很多东西啊。耶稣问他的父亲，他说：“你的这个孩子病了多久呢？”他说：“从小啊，鬼附是把他。”他放丢在火里水里灭他，你若真的做什么，你求你灵允我们帮助我们。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个他的父亲就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什么意思是说呢，我是信的，我是相信的，但是我的信心也不是很多。我们的主耶稣赐给他，来跟他说明别忘记啊，他就赐了这个东西给那个人了啊。也要记得一样东西，就啊，第二样东西我们要记得是，没有任何事件可以隔离我们和神的爱。罗马书第八章第38到39。他这个他讲到的是，这个是保罗很出名的，那个一句话，刚才呢，我为大家念，第八在士林里的生活，罗马书第八章第38到39 ，OK， 神的爱啊，他说到的是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
是永恒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啊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，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那主耶稣耶稣里的，你越认识耶稣，你就越认识，因为他耶稣他自己跟我们说，他会隔离我们与神的爱。任何事，总之是我们人生里面呢，有人生里面有什么的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都会，上帝都会一定会在那边帮我们，还有会照顾我们，也是最后一个，我们的主说他不会抛弃我们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他说到的是，你们存心不可贪钱爱，他下一段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财钱，要以自己所有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不会避下你，也不会丢弃你，所以下一句他就讲了，我们可以放胆去说主是帮助我的，这三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上帝跟我们的耶稣跟我们讲，他的承诺给我们，他的承诺，还有他的东西，他怎样安慰我们。所以今天我的结论就是说，有两个，第一就是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为什么我讲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？因为当我们人呢会有挣扎的，人生里面发生什么事的话，好像这些门徒会有挣扎的。为什么我讲挣扎呢？要不要去问？要不要叫耶稣来帮我们？还是不要去叫耶稣？我们自己得到他，我们自己搞定掉他。人就是这样子的。我的婆婆，我的这样讲啊，我的去世了的婆婆呢，她连跟我的，我小时候听她跟我的父亲讲，我麻烦人啊，好麻烦啊，我哋可以自己搞定了，怎么搞定啊？冇会麻烦嘅，其实是真的是不顶了的，真的是不能了的。他也是会讲一句的，你我麻烦了，就没个麻烦嘅，你自己搞定啊，我怎么样？当然其实自己是不可以了的。好像那时候我们想嘛，我的爸爸就讲啊，要叫人家，你不要这样子啦。但是他讲老一趟的就讲不要麻烦，每天不要麻烦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个挣扎。要不要麻烦？哎呀，去上帝那边跟他讲，又好像显示一些都不好的东西，觉得很麻烦，或者是我们觉得要求上帝帮忙，就觉得很麻烦，很不顶。但是，一事情暴风来了，哇，真的是控制不了了啊！就去到耶稣的面前恳求他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他真的是爱我们。但是他讲我主，我为什么我讲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呢？无论你在你的生活上呢，是平静，你现在你的大家的生活的现在，我不懂是在哪一个地步，是不是现在你们在想着担心一些东西，担忧东西，好像我到这个阶段，我是担忧我的儿子，担心他大了会怎样，或者是你们在现在是担心啊，我的下一次我的孙啊，我的孩子啊会怎样呢？但是我们的上帝说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也不要
去想这样多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，有什么东西每天我会赐给你，赐我的恩典给你，每天早上新的恩典，新的心灵，因为好像那个玛纳那样子啊，玛纳就是以前他们在以色列每天早上有的吃的，但是他们有一些人爬去收起来，一收起来就臭了，不能吃了。所以我们每天早，我们每天都是有新的领域，新的恩典，每天都会赐给我们的。所以第二呢，就是信靠主耶稣，在暴风雨的这个信心，耶稣跟问这个问题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是其实是跟门徒说，还有跟我们说，我们信靠的东西不是在自己，是在耶稣里。世界现在，如果你在看如果你有看戏啊，你有看我们的现在的世界，还有很你跟现在的新一代的人小孩年轻一族的，我每天笑那些零零后啊，你们大家有，你们有零零后的孙的，是不是？零零后的孙，你有接触零零后，他们的思想比较不同，因为他们思想是说，哦，如果你觉得你能就能，你能就能，你不用靠了，全部都是靠你自己啊。现在人全部都是搞创业，为什么要创业呢？我做老板啊，我全部都是自我中心，我不是不好，不是不好，是个好事，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东西，全部东西我们有的都是归于上帝的，上帝是给你的，所以呢，凡事一定要信靠主。好像我自己本身也是，有时候会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很容易、很烦、很小的事的，很小的事。其实但是我自己没有跟耶稣讲，耶稣已经来把这个问题、这个难处把它解决。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思，我自己的智慧，我自己的能力去解决，反而更糟糕。反而搞到更头痛、更多问题，搞到我自己跟耶稣，我讲耶稣为什么搞不定的？耶稣就跟我说：“你都笨的，你来找我吧，我就会解决，我就会来帮你解决啊，因为我就是你的上帝的那样子。”但这样子好像一个父，好像呢，我以前小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去闯。我自己搞定不了，我就去找我的父亲哦。我爸爸就解释了：“你为什么不要早来找我？你来找我试试，你就不用走这么多。我们广东话讲运王路啊，运王路，哇，很运王啊，跑来跑去。不会，因为我们的耶稣就是好像我的父亲，他就会来，我来帮你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。”我放这一个照片呢，就是船，还有耶稣。为什么我这样子放呢？因为船呢，就是我们有全部人在里面，只有耶稣在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度过人生的暴风，人生里面的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度过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我们有耶稣，他就是我们的船长，他就是照顾我们的。所以今天就我的讲到就到此为止了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又啊，这些呢又要收东西。OK， 来 ，OK， 现在呢，OK， 又是我了。OK， 我很欢迎大家今天早上可以来到这里。所以现在我们有时间是要见证的，谁要来讲个见证啊？这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觉得神有什么话语跟你们说啊？你们觉得你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给大家听。哎，我神这个星期怎样对你们讲好啊？有谁有要见证的？有了。
珠。刚才他讲到那个车嘛，因为我的车上个星期就拿去修，因为start 的时候有点问题啊，好像 start 不大概，我就讲我就拿去给那个方面讲是应该是变箱要换钮啊，就他就把我的车啊叫过去了，然后跟他就打来，他讲一打来我就讲你的车我打我哦，什么事情哦，很多东西坏了，车脚啊，很多东西啊，那些毛病啊 ，absorber 啊，很多东西都已经坏了。我是心想，我上个星期才驾我的车上去云顶半山吧，在之前那个一个星期哦，我才驾去马六甲。因为他打来的时候我讲，你的车你在跑啊，那个轮都飞出来了，你再不去弄啊。我心想感谢主，因为我每一次我出门啊，我都会祷告的，主啊。让我安心的，就这样，我安全的回到家。接下来就要烦的就是，因为那张单他给我那个 condition 啊，6000多块啊，我就想够力了，怎么办好呢？然后我就去问朋友，幸好朋友跟我讲，叫我自己去买那个 spare part。发过去，然后我也问了那个方面，那个方面也是我的朋友了，我就问他我可不可以买那个设备发过去给你修，他讲可以这样子，我就很开心，然后这样子我也是省了很多钱呐、啊，感谢主啊，因为我一直那这几天我一直在烦着，因为我那辆车也是很旧了啊，12年的车了啊，然后我就想如果遇到什么事情，请你安排最好的给我。到底要不要给这个封面修，还是要怎样？因为我拿不定主意了嘛。但是也感谢主啊，我所遇到的东西全部都很顺利啦，就那也让我省下那张单哦，我都省下了38钱的钱。我也是年薪车。啊、没有啦，因为那辆车也是很有纪念价值的，我不打算要卖了，因为你打来他就问我，你到底那个车你要卖还是要收？你要卖也是要修好吗？就感谢主啊，这是感谢主的看顾。哇，真的是啊。真的是这些车真的是很重要的，没有车啊，都不顶门的。坐那天，那如果你坐那个，如果你是坐 Grab 的话，只是靠这 Grab 啊，哇，会很可怜。真的是感谢主啊，因为车脚我们我是做保险的，所以有时候车脚那些车，我们有见到那些赔偿的。因为车的主，这个车好像他们讲 bearing 不好，车脚并做好，那个轮子飞出来了，撞真的是很严重的，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耶稣啊，看顾啊，你看看顾你，真的是很开心啊，很感恩啊，很感恩。还有谁有要见证啊？有什么这个星期有什么东西？上帝跟你们说，或者是你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，还有人吗？地上还有东西要分享吗？没有，这个星期没有啦。还有谁呀？啊，那是这个星期啊，端午节过后啊，很开心。端午节吃了很多粽子啊，我也忘记跟大家端午节，因为马上端午节刚刚过星期四，好，我很感谢主播，我一直来就是在为公会做礼拜，因为这次的
环境，我住在我女儿的家，我女就跟着我女儿来到这个教会。我觉得，上帝也是一样爱我，跟我同在。这边的讲道，我也是能够教导我很多。谢谢主。OK， 好，谢谢苏。所以现在还没有人要分享了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人要分享的话呢，这是谁呢？我们啊。我们 OK， 我想 maybe 做个小小的报告啦。So 这个今年呢，我们的教会呢会有那个family camp 啦。So 我想跟大家的会，我想鼓励大家的，如果的可以的话呢，你们报名。I think 那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个 form 了，那些。房间的方案先说，迟点我会等 Pastor King 回来，还是 好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在这个星期天早晨，我们很开心的可以再次的聚集在一起，在上帝的殿中。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慈爱的阿爸。